中国政府好吗？中国政府一切为人民嘛，不是人民至上。就外国就不一样了吗？就是我们一生可能也就经历这一次，然后，我觉得很幸运吧，没有那个，然后就现在就恢复到以前的正常的情况，就很轻松啊，很开心吧。 下降了60%-70%的样子，对。虽然是相比国内是比较半工半工，但是消费情况，比如消费者的心理还是会感到有一些不安嘛。